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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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忙，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部门。接下是我堂弟还有我弟弟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它是属于 The Vitamin 的 series 的其中一家。很酷哦。OK，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自己买的，在 OG 两架5块而已的。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生活，因为他写 Made in China。Crash Vidalmon， 它的这个 helmet 水是可以打开的，你看，哒哒，不过我没有粘几个，所以看起来有点糟。这两架很特别哦，它们其实是可以合体的，你看它这里这个东西。可以 match 这个的，就是 swap 过去哦，show 给你看。啊，还是不要，很麻烦。OK， 今天我们也顺便来 check check 看他们的 shooting power， 就这个。第一架的是 Better Be The Mon Shop。 嗨，哦，会要去这里。第二架是，我忘记它的名号，红色的这架。OK， 那个比啊那个 Better Be The Mon 的还要圆。所以这个是 above 这个的。好，接下来蓝色这个。哦，咋啦？还比红的那个还要远。可是这架有个缺陷，他们的 design是把它 screen 放在上面这里，所以它的 trigger 会挡在里面，要自己拉回出来。这个比这个强，现在的 ranking 是这样。OK， 接下来是这个好了。
哦，跟黄色的那个差不多，所以小圆镜是这样，最后一个是这个，很厉害，你看，好的，哒哒，可以自己跑下去下面 ，OK， 现在就来看看他跑了。哇，最远的，所以，哒哒哒，今天的 winner 是这个，他不是主角的那个比较猛，可是他士兵保卫却是最强，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也不懂了，因为他就最强了，耶，恭喜你！我也很开心耶。你赢了就是这个瓦格 ，Rich， 你需要跟他们 share， 就这样。拜拜。